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我们透过哥林多书信，我看到保罗是一个，怪不得神这么重用他。他的生命里面，他的价值观，他的行为模式，他说他的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标杆，就是完成神要他所做的事情。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与别人分享这些福音真理，为着这些，他什么都可以放下来。而我觉得最不容易放下的其实是我这个人，我的个性，我的脾气，我就是这样。但是保罗他说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，我相信是很多人都熟悉的那句话。他说，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。像什么人做什么人才能够得什么人，也就是说，我愿意配合你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跟你一样，而不是我就是这样，你要就过来，不要拉倒。不，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我愿不愿意配合你？我向着这样的人，我调整我自己，我来配合你。求神来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。其实这是一种同理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愿意放下我的立场，我的习惯，我的想法，而去想说，在你的立场，在你的想法，你会怎么样？我愿意配合你，我愿意放下我自己。这就是舍己。觉得最大的舍己还不只是舍钱，最大的舍己是舍我这个人。就是我们最习惯说我就是这样，但是为着要得人，我愿意蹲下来，站在你的立场去看事情，去做事情，去回应事情。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，他有一次讲一件事情，我很深的感动。另外一个传道人的孩子很小，那个时候大概才五岁左右吧，他跟这个大哥哥两个人玩在一起，很快乐。他说有一天他牵着那个小孩在路上走，他前面有一只狗，然后突然那个小孩就不敢走了，就站在那边。他就觉得很怪，因为狗在那边有什么吧，那个狗也不是特别大的一只狗，就他就一直拉着那个小孩说走啦走啦走，那小孩就什么也不肯走，说什么也不肯走。他觉得很怪，为什么那么害怕？那狗也没有叫，也没有怎么样，他就是不肯过去。后来他就蹲下来说，哎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可当他一蹲下来的时候，他就发现按在那个小孩子的高度去看那只狗，那只狗简直是庞然大物。按照他170-180公分的人去看那个狗，就小狗嘛。可是当他站在一个3-4、4-5岁的孩子蹲在地上，可能只有连1公尺都不到，只有几十公分的一个孩子去看这只狗，就庞然大物。放下自己，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看事情，像什么人，做什么人，你才能够得什么人。我求神帮助我们。我还是说，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好希望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被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来。你可能做了很多的事，你请他吃过很多的饭，你送他很多的礼物，你花时间听他这个抱怨，听打电话很多，可是为什么他就是不肯呢？也许我们付出的许多东西都被一件事情给拦阻，给抵消掉了。我的脾气，我的个性，我说话的方式，我的习惯，我愿不愿意为神的缘故放下这些呢？You.
真的在